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,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 我们诸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中国佛教史，来到西晋的时候，最有名的高僧就是祖法富。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，祖法富呢，他在这个山林里面修行呢，那有一个有这个泉水，但经过因为这个樵夫啊。 这个不小心呐、啊，可能在那边大小便，所以就污秽了这个泉水，导致这个泉水呢就枯歇了。那主法护呢就徘徊在左右呢，就说了说，如果这个泉水枯歇的话，我们没有水可以饮用啊，就只好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安住修行了。那这样说完没多久呢，诶，这个泉水就慢慢又涌出了这个泉流。 所以这个主法富呢，他们就可以继续在那边呢安心办道修行。那这样的声闻呢，就传播出去了。所以呢，就各这个大家呢都来这个亲近这个主法富了。那也导致这个主法富这个地方可能呢不够住了，所以就后来就移居到这个长安清门外呢那边呢。那 在那边继续修行呢，弘扬佛法，德化遐布了吼，身盖世远。那我们接着就要讲这个主法父，他有一个徒弟叫这个主法圣。这个主法圣的年纪幼小的时候呢，就神悟超绝，玄剑过人。这个会角的《高僧传》啊，他在下笔形容啊。 他都会把这个这位高僧的这个特质、特点跟他的重要性，或者他的贡献，都会用这个简短的这个话语语词把它标示出来。因为毕竟这个高僧的的这个人数也蛮多的，那他的事情事迹也很多，所以你如果要把它都继续名语把它记录下来，可能就长篇大论了，就没办法。 所以都是把它的一个重点、特质、特色，把它形容出来哈。那这个主法胜呢，他就就是这生来啊，他就这个很有领悟力，这个领悟力很高，而且呢，这个有一双呢，这个慧眼是英雄啊，这鉴别这个人啊，就很准。所以就这个主法富在这个长安城呢，这个。 弘扬佛法的时候啊，就长安地区啊，就有这个有利人士。这个长安有甲族，甲族就是有利人士，他要护持三宝，奉行大法。但是呢，他也要来看一看这个主法父呢，他的这个修行道德怎么样、啊。所以他就假称呐、啊，假称要来向这个主法父呢借钱，借二十万。 可能这二十万呢，这也算是一个大数目啊！假装要来借钱，要来考验这个主法富的这个修行跟这个道恨啊。那主法富没有回答。那正好这个主法胜呢，他可能是当事者，就站在这个主法富的旁边呢，他就替师父啊主法富回答说：“师父呢，和尚之意啊，已经答应了。” 你们可以回去了。等到这这个有利人士他回去了之后呢，这个主法圣啊就跟他的师父啊主法父说：“观此人呢，神色非实来求钱啊，将以观和尚道德何如耳？”就说这个人看他这个神情，这个人的这个气质，他不像是有困难，而是呢。 想要来试验师父你的这个修行跟道德，那这个主法护他也回答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认为啊。”那没想到这个隔天呐、啊，这位长安的这个有利人士啊，他就率领他的这个族人呢、啊，一百多个人来皈依，并求受戒。所以这个主法称啊，他这个当事者。 他可以说呢，在这个小时候啊，当沙弥的时候，呢，就表现了他在鉴别这个人物的这个这个能力、啊。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把它特别把它截取出来呢？其实就是说，我们修行固然了解佛教教理蛮重要的，修行是我们的基础，但是呢。 要也会要办事情，那这个主法圣呢，他就是属于这样，就是也会办处办，也会办事情，会处理事情。那就是我们修行人呢，每一个人，就是要把自己要做成什么样的用途啊，就要有立志。不是说我们修行人啊，我只要会修行就好，但是呢。 修行也是要利益众生呐、啊，要利益众生，行六度万恨，就是要会办事情。如何会办事情？人情世故的道理，这些种种，我们也都必须要会，要必须要懂。这样子事情处理起来呢，才能圆满，才能圆满。那这个主法圣呢，他这从小啊，也可以说是立志呢，要把自己呢塑造出什么样的用途？ 他呢，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志气啊，所以他在当这个祖法父的侍者，他就呢不断的这样的在学习呀、啊，不断的这样学习。等到他呢这个长大之后，这个祖法圣啊，他就回到这个敦煌，因为祖法父呢，他世居在敦煌，所以有称这敦煌菩萨。那这祖法圣呢？ 他跟随着这个祖法父呢一路学习，那他的等到学业成就了，道业有成了，他就回到这个敦煌，在这个敦煌地区呢，去度化度化这个敦煌那一个地区，因为那时候接接近是属于五胡乱华的时代啊，就接度化那些呢胡人呢，来呢信仰佛法，让这些龙狄之礼啊。 龙迪之礼，所以这个主法圣呢，他的大化西行啊，胜之力也。就高僧传里面呢，他就把这个主法圣呐、啊，他这个发心回到敦煌去度化那边的这些龙、夷、胡人，让他们能够知书达理，信仰佛法。这个指这个佛法呢。 大化西行呢，这个主法圣之力也。那他的同学呀、啊，他的同学，这个主法行、主法存，也都是呢，对于这个修行呢，视为好药，也都是在山林里面呢，精进用功呢，都有这个好的名声呐、啊。在那时候呢，都能够呢度化那时候的人。 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这个祖法圣啊，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用功修行，包括他所结识的同参道友，也都是呢，是属于这个精进用功、弘扬佛法的一个这些同参道友。所以这个我们修行呢、啊，有好的师长，有好的师长之外。 我们的同参道友啊，也是要善于检责啊，善于检责啊。因为有好的同参道友，也可以互相鼓励、互相勉励啊。在这个道业上面呢，大家一同呢精进用功啊。这是这个祖法圣他这个这个高传记里面呢所记载的，我们也把它呢截取出来，供大家做一个这个勉励呀、啊、鼓励呀、啊。 那这个主法护，他原先是越之人，他本姓支，后他世居在这个敦煌，他拜这个外国的沙门竺高作为师，竺高作为师。那那时候的沙门都是以师父的姓为姓啊，哦，这要等到这个东晋之后。 道安大师提倡出家人都姓释，才慢慢的出家人才改姓释。在这个道安之前呐、啊，在这个道安之前，出家人基本上就还是跟随的师父姓什么啊，我们徒弟就姓什么啊。所以这个祖法父原本是姓资，表示他是这个大越之人。他他因为拜这个祖高作为师，所以他就姓这个竺。 的主法父，那他诵经万言呐、啊，过目则能，他也是属于过目呢不忘啊。自笃志好学，万里寻师呢，博览六经，群籍啊，在这个西晋武帝的时候啊，这个洛阳城呐、啊，寺庙也是林立哦，这个大家发心呢，重福啊，新福啊，建设寺庙。 这个塑造佛像，那这个硬体建设比较容易啊，软体建设呢就比较困难。但是呢，软体建设有时候更胜于这个硬体建设、啊，这个软实力啊，有时候比这个硬体的这个实力啊还要重要。所以这个主法副委他就发心了。 发心说，在这个当时候，这个翻等生经运在葱外，葱外就是葱岭，就是帕米尔高原以外。我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西域了、啊。哦，这些大乘经典也好，者佛经经典也好，都还是在这个西域地区还没有被大量传入中国，所以这个祖法护啊，他呢就发心呢，也去这个西域呢来取这个经啊。 还取这个经，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师父啊，足高坐游历西域诸国，而且呢，学了三十六国的这个语言呐、啊，三十六国的语言呐、啊，众贯这个训诂啊，音译字体无不备释啊。然后把这些经典取回来之后啊，从这个敦煌。 到这个长安，一路呢，沿途翻译啊，这四个字啊，虽然是简单呐、啊，沿途传译啊，沿途翻译写为静文啊，但是呢，其实也表达出这个竺法护他翻译的这个辛劳，翻译的辛劳，所以这个会角啊，梁高升传里面他就写了。 知之所悟啊，唯以弘通为业，终身写意啊，劳不告倦。译出《正法华经》《观战般若》这些经典，总共呢有一百五十多部啊。那么简单的几句话，就把这个主法护啊翻译经典的这个辛劳跟他的重点贡献。 就把它表达出来了，因为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西晋啊，西晋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八王之乱，后来称为就是永嘉之祸，因为这个八王之乱就是这个本身朝廷内部啊，司马信啊内部的一个斗争啊，导致了西晋的。 灭亡，就导致了这个五胡乱华，所以那时候呢，可以说是政治上是动荡的，政治上是动荡的。那当然民间就疾苦啊，所以这个《祖法父从敦煌到长安，这样沿途啊的一个翻译过程啊，他当然是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，所以。 这个知之所悟啊，唯以宏通为业啊，唯以宏通为业。所以，我们这个佛经呐、啊，它不读是说西去取经，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求得这经典回来，乃至后来的翻译经典呐、啊，其实主德他们也是一路的辛苦啊，为了翻译经典。 他必须要学习三十六国的这个语言呐、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啊，说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个传入的这个方式啊，它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我们中国的，它是先传到西域，先传到这个中亚西域，再从中亚西域呢，再传入我们中国的。 所以这个竺法父啊，他要翻译这个经典啊，他就去这个西域，先去取经啊，然后他要学这个三十六国的语言呐、啊，他才有办法去翻译在这个西域流行的这些佛典、啊，所以是很不容易啊，那那时候的这个翻译过程，它有这个转写跟转译这两种,种方式啊。 这在后面我们会讲解，就可见说西行取经，冒着生命危险取来的佛经呐、啊，乃至要把它再翻译做我们中文呐、啊，都是倍觉辛劳啊，倍觉辛劳。所以我们不能等闲呢，现在看经典这么容易啊，就把这个经典呐、啊，这个看清了、啊。 说为什么我们出入佛门呐、啊？这些师傅啊，都会告教导我们说，这个经典呐、啊、佛经呐、啊，要放正，不能悬空。其实呢，就是要让我们呢，培养对于这个经典法宝的一个恭敬心呐、啊。因为这些经典法宝啊，得来不易啊，都是古德用生命换来的。 都是古德沿路辛苦翻译过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法宝啊，要成恭敬心呐、啊。那有恭敬心，才能对这个法相应，才能对这个法相应啊。所以这个会教他就称赞了，他说：“金法所以广流中华者，父之力也。”哦，这是因为这个主法父啊，他这个沿途翻译啊。 第一，他时间久，是十二年的翻译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他有一批，他有一批的助手协助他呢来翻译，哦，协助他来翻译。所以他的这个翻译的这个量也好，跟值也好，都异于之前的这些这些翻译大师啊。所以的经法，所以广流中华者呢。 这个主法父之力了哦，那因为他世居敦煌，所以我们就称他为这个敦煌菩萨。那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翻译《法华,华经》，翻译《法华,华经》。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呢，翻译到我们中国有六本，但是呢，现在留存下来的只剩三本，只剩三本。那哪三本呢？第一本就是这一位主法父翻译的。 它叫《正法法，是目前呢留存下来的这个汉译佛典呢最早也最详细、也最大的一个贡献者。那祖瓦富翻译这一本《正法法经》出来之后呢，他亲自口笑古训，讲出深意，而且呢，在初一时、十五这个斋日呢，还奉送这个《正法法经》，就可见呢。 这个主法父啊，对这个本正法华经典，他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视啊。那第二本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姚琴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一本是现在呢普遍流行最广的一个版本。那第三本呢，是在隋朝，也有称为是北宗。 北周跟这个水草的这个交接时代，这个色那觉多跟达摩吉多所翻译的《天品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三个版本是目前呢留存下来的这个法华,华经的这个版本了、啊、哦。但是我们现在流通在时，在奉送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法华,华经的版本呢？ 其实它还是有增加了一些部分的、啊、哈、哦，就是原本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它只有七卷二十七品，是后来呢、嗯，他把加了这个南齐，南齐就是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个齐，所以把它称为南齐。这个法现大师呢，跟达摩摩提所翻译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的。 提婆达多品，这个法现呢，跟这个达摩摩提，他翻译的这个提婆达多品，他把它翻译出来之后，我们后来的人把它归入于这个罗什的译本里面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水草的舍那觉多，舍那觉多他翻译的这个天品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普门品呐、啊，他后面。 增加了这个寄送，就是世尊妙相记，我今重问彼佛子和因缘名为观世音的这个寄送呢？是由这个水朝舍那觉多跟达摩济多他翻译的《天品妙法莲华经》里面，它多出来的，就是鸠摩罗什没有这个寄送。那在这个《天品妙法莲华经》的普门品里面有这个寄送。 我们后来的人也把这个寄送，把它添进去这个鸠摩罗什本。那第三呢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药王菩萨咒，我们也把它拿进来这个法华,华经里面的这个咒语里面。所以，正现在我们所诵持的。 鸠摩罗什《妙法莲华经》的版本，它就有再多的这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法现跟达摩摩提所翻译的《提婆达多品》，再加上这个隋朝摄那崛多跟达摩基多所翻译的《天品妙法莲华经普门品》的记送，再加上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《药王菩萨咒》。 这三个部分，把它加入鸠摩罗什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成为这个七卷二十八品的版本，是我们现在所送的鸠摩罗什版的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也是是必须让大家做一个了解的，吼，就是随着这个版本的翻译呀、啊。 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后来的人觉得它不错，所以就把它加进去，让这个版本呢更加这个完善了后那《法华经》这一部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它影响到后面呢，最主要有三个地方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后第一个就是这个《正法华经》里面呢。 有这个观世音普门品，而他这个观呢，是光明的观，哦，不是指观的观，指观的观呢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那竺法护他翻译的这个观世音呢，他是光明的观，所以就很容易来分别，哈，很容易来分别。那当这个竺法护翻译这个正法华经。 里面的观世音普门品呢，它就影响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灵验感应故事的收集，以及观世音菩萨信仰的传播。那在柳宋，也是南朝宋齐梁陈的这个宋，那柳宋有这个傅亮，他收集的这个《观世音应验集》这本书啊，他就有提到。 就说到，就有一位这个竹长叔，这位竹长叔呢，他很虔诚，在送这个观世音普门品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家的这个巷口啊，发生火灾。那这个火呢，是往他这边来吹的，等于他他的房子是在下风，就是往他这边来吹的。 那隔壁邻居呢？大家都赶快呢收拾细软啊，或者搬一些贵重的东西出来呀、啊，免得这个这个家里面火烧啊被烧掉了。独独只有这个竹长书啊，他没有在搬他的贵重东西，他一心呢送这个观世音普门品。等到这个火呢烧到的他的隔壁啊，就突然呢就风就转向了。 就成了逆风，成了逆风，所以他的房子呢就不受影响，就这样躲过了这个火火灾呀、啊，躲过了这场火灾呀、啊。就有这么一段的这样的感应故事啊，在这个柳宋富亮的这个《观世音灵应验记》里面呢，就有记载这一条啊。 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持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好，或是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，就有这样的一种灵验感应啊。那这无形当中就来推广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信仰。这也是由这个祖法父翻译《正法华经》之后呢，逐渐盛行的。那第二个呢？ 就是天台宗以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为主要教典，这是大家普遍比较知道的。那第三呢，可能大家比较不晓得，就是呢，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一翻译出来之后啊，里面有这个《药王菩萨本事品、啊》呐的这个烧身供佛，烧身供佛。 这个烧身供佛呢？在这个梁朝慧角大师的,高的《高僧传》的王生篇里面呢、啊，他就收集了有十一位高僧，其中就有七位是效仿这个药王菩萨南生供佛的，人数就占了三分之二啊，3, 可以说是比例蛮高的。那为什么？ 那时候的人，他们会诵持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之后，会效法这个药王菩萨的这个兰生供佛呢。这主要主要就是要报答佛恩呐、啊，要报答佛恩。那在这个《高僧传》里面呢、啊，它有记载，记载这位这个法语大师啊。 他也是十五岁就出家了，他是这个会使的弟子，他很精进苦修，修陀陀恨。那他也要效法这个药王菩萨，这个烧身供养。那可能他必须要跟这个官府啊来报备。那这个官府啊，那时候这个晋王啊，那地区的这个晋王。 姚旭啊，他就说：入道多方，就是说修道的方法很多种，法门很多种，何必烧身呢？不敢故违，信愿三思。说我不敢违背法师你的志愿，但是呢，希望你能够审慎三思啊。就是说，修道方法很多种啊，八万四千个法门，为什么一定要来烧身呢？这样。 但是呢，这个法语大师啊，他四字记重啊，所以呢，他依然呢，扶香穴已不成体呀、啊，然后呢，送舍生品以火治疗啊，道俗官世啊，莫不被目。所以从这个慧皎大师的高僧传里面就记载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一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僧人啊。 曾经一度，曾经一度，尤其是在柳宋的时代，柳宋的时代啊，都效法这位药王菩萨的这个烧身供养，烧身供养。那为什么非得要烧身供养以报佛恩呢？佛的恩呐、啊，如果没有佛注视啊，因为我们刚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刚过。 都没有佛出世啊，我们呢，人人呢，不知道皆可成佛，不知道，是因为有佛来人间走这么一遭啊，开示悟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人皆可成佛。那透过佛他的亲身修炼，透过佛的这样的一个亲身。 这个修行啊，让我们说，我们如果能够依教佛陀所行的来修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跟佛一样，皆可成佛。这就是佛陀的一个大恩呐、啊。没有佛住世，我们众生不晓得。所以在这个《法华,华经》的信解品里面呐、啊，他有提到说，世尊大恩呐、啊。 以西有事，泯念教化利益我等，无量亿劫谁能报者？手足攻击呀，头顶礼敬啊，一切供养皆不能报，一切供养皆不能报。那怎么报答佛恩呢？唯有如说修行，依教奉行啊，依教奉行才能报佛恩呐、啊。那这个行什么行呢？就是。 我们知道这行的代表就是大家舍，我们在大雄宝殿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呐、啊，这个是多闻第一的这个阿难，那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呢，就是象征着这个行的这个大迦舍，代表的这个解行要并重啊，知行要合一，就能够成佛，就能够成佛，就,佛就福德具足，智慧具足呢。 就能够成圆满成佛，所以这个是大迦舍代表着行。那大迦舍呢，他是头陀,陀第一，头陀,陀第一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就有称赞大迦舍说：“这个迦舍啊，此头陀,陀行在于世啊，我法亦当久住于世。”就是头陀,陀行呢，能够在世间呢，有人呢。 发心来修这个头陀行呢，那这个我法呢，亦当久住于世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六度万恨呐、啊，以这个布施为首。那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这个也把这个广修供养呢排在前面啊，排在前面。 所以这个男生供佛啊，这样的苦恨呐、啊，男行人行的苦恨呐、啊，如果没有对于我们释迦如来的救世的苦心呐、啊，有发自内心深切的这个因重跟虔诚恭敬的体证相应，是做不到的，是做不到的。 所以，在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啊，这个诸佛就赞叹呐、啊，说：“这个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是真尽尽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啊！若以花香璎珞种种诸物的供养所不能及呀、啊。假使国臣妻子布施啊，亦所不及。善男子是名第一之师，于诸师中最尊最上。” 以法供养诸如来故，就是赞叹这个药王菩萨的前身，一切喜众生喜见菩萨，他发心说这个苦恨啊，燃身来供佛啊，是为真精进啊。第一供养。那我们在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也有看到这个须菩提呀、啊，闻说是经啊，深解意趣啊。 涕泪悲泣，涕泪悲泣。那在《地藏经》里面，他也有说这个婆罗门女呀、啊，婆罗门女闻、啊、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告示啊，举身自扑，肢节皆损。这个举身自扑啊，肢节皆损，这也是一种这个男生供佛。 的一种方式，只是呢，他不是把身体烧掉，他只只举身自扑啊，肢节皆损，也是一种供养佛啊的一种最高的一种表现呐、啊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属于呢，深解欲去之后啊，发自内心肺腑之言的一种感动跟赞叹呐、啊。 所以这样的一种行机呢，它可以令人动容、感动，而且具有感应力啊，跟感染力。所以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，这个送到啊这个法华这个药王菩萨品啊，这个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就正入法华三昧，这个前方便，前方便。 那我们世间人都能够舍身取义了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个修行佛子啊，对于这个佛恩的浩瀚呐、啊，无以为报，这个唯有行这个法供养，男生供佛呢，来报答佛恩之万一呀、啊，所以。 有的人在讲解这个《法华经》的这个药王菩萨这个这一品的时候啊，他就说，这个药王菩萨难生呐、啊，是菩萨才能做的，是菩萨未接的人才能做的，那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呢，是做不到的。 是不足不到，它是一种勉励。那么也也这样的解释也是尊重，也是尊重。但是我们从古德的这些高深传记里面呢、啊，还是可以看出说，这个修行，当他对于这个佛的恩惠、啊、这个。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啊，他还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呀、啊，把它奉献出来，把它奉献出来。那我们近代呀、啊，也是可以看出说，说出家人呐、啊，为了争取正义啊，也是会舍身取义的。 也是有的例子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呢，这个提振我们修道的一种信心呐、啊，也可以鼓励我们修道的一个宗教情操啊。从这个高僧传里面的记载啊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说，人精进用功修行。 还是可以呢，有不可思议了，有不可思议的一个感应力啊。那这是这个《法华经、啊》呐传入中国，在我们中土呢，曾经流行一阵，流行一阵。那当然，这样的一种方式，在一般人来看呢、啊，是比较激烈，太过于激烈。了。 太过激烈，如如同这个姚旭这个晋王，他说修行的方法很多种，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男生呢？供养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后来呀、啊，就有这个朝廷呢、啊，他就明文制定了这样的一种法令，禁止。 男生供养，明文规定，制定法令呢，来禁止男生供养。那这样的一种男生供养，才在我们中国呢，慢慢，慢慢就没有人再这样子男生供养。但是呢，我们呢，就转换一种方式，就在受戒的时候男戒八。 就在这个受戒的时候，拦这个戒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饭、啊《饭碗经》里面呐，《饭碗经》里面就有提到这个男生供养。那我们不采取这样的一种激烈方式啊，我们就以这个的燃、这个、戒疤呢，来作为一种比较温和的、温和的一种表现呐、啊，也让我们呢来效法。 古德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情操啊，就采取这样的一种温和方式。啊，那除了这个祖法护翻译这个《法华经》之外啊，他也再一次呢，这个翻译啊，这个朱士行带回来的这个放《放光波若》《放光波若》。那祖法护呢，他有再重新再翻译。 那叫做观《观战波尔》，《观战波尔经》，所以等于说这个《波尔经》的经典啊，从支娄加衬，从这个支娄加衬开始翻译入中土之后啊，后续有朱士行带回来，那竺叔蓝翻译的《放光波尔》，又有这个竺法护翻译的这个《观战波尔经》。 等于说呢，这个《波尔布的经典啊，在我们中国啊，它一直都在流行，所以呢，就有不断的再一次的这个翻译。那这个《波尔经》呢，是大乘佛教初心最早的这个经典，大概在西元前一世纪。那《法华经》呢，是稍微比较晚，大概在西元后。 一至二世纪才出现的，那在这个主法父的时代的这个《般若经》也好，《法华经》呢，他都把它翻译出来了，他都把它翻译出来了。那主法父除了翻译这个《正法华经》跟《观赞般若经》之外，他还有从译《所人言三昧经》、《为摩诘经》。这个、啊《所人言三昧经》呐。 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诵的这个《佛顶所能言经》，哦，不是，这所楞严三昧经》呢，它是属于这个大乘般若部的经典，哈，禅修的一种经典。那它在这个早期呢，非常的盛行，但是到了宋朝之后，它就慢慢呢就没有再流行了。 取而代之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所俗称的这个大佛顶所楞严经，哦，我们早课念的这个楞严咒的这个楞严经，是到这个宋朝以后，慢慢又推行出来的。它跟这个所楞严三昧经是不一样的经典，哈，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说明，哈。那这个所楞严三昧经，它有四种版本，哈，它翻译。 过中文有四种版本，就是在这个东汉的时候，支娄家谶他有翻，还有这个三国孙武之谦他翻，还有现在的这个竹法父竹书兰，他们都有翻。所以在这个《开元释教录》啊，这是一本很有名的经录这本书里面，他就有提到说，在这个西晋啊，惠帝的时候。 有这个知名度，知名度呢，他把这这个知了家称跟之谦所翻译的版本，跟两组就是竺法护、竺书兰他们的版本呢，还有一自己的，把它汇集，这样的五家所论言三昧经为一个合集本，合集本，包括呢，他对这个维摩诘经。 《维摩诘经》也是有这些人也有翻译《维摩诘经》，他也把它合集合集成一本，所以这个知名度啊，知名度啊，他在这个西晋跟东晋时期的，也是在南方江南有名的一位翻译经典的一位大师。那他的两个贡献呢，第一个他就是。 这个隔意佛教，我们俗称的以老庄的思想来解释佛典，尤其是《般若经》的经典的，这叫格意佛教。有在这个魏晋时代啊，有六家七宗，有六家，其中一家新无宗，知敏度他、啊、创了这个隔意佛教六家七宗里面的新无宗。 心无中，那第二个呢？他就是把这个每一个人翻译的这个经典啊，尤其是这个《首楞严三昧经》还有《维摩诘经》呢的这个版本，把它汇集起来，成为合集本。合集本，这是这个知名度啊，它的一个创举啊。 他那个创举，这里呢就顺便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。那在道安大师呢，他就称赞呢这个祖法富啊，他说方等无生这三昧经内啊，多此功所出啊。就是说，因为这个祖法富啊，他就看到说洛阳啊这个寺庙的建设跟佛像的 这个塑造啊，已经很多了，但是经典呢，它还没有大量传入中国，所以他发心呢，到这个葱岭以外这个西域地区呀，中亚地区去收集这些佛典回来，所以他骗学了三十六国的西域语言呐、啊，来翻译这些经典，所以这道安就说翻等无生呐、啊，无生就是波勒布的。 法华部的三昧诸经内多此功所出啊。那生右他也说呢，他说这个主法父就是方等生金运在充外啊，父乃泰然发奋自宏大道。把它翻译过来，像这个华严经十地品的这个意义，就是见备一切智德经，还有这个泥洹金是大涅盘经的一个别支。 都在于这个竺法赋的时代呢，他都把它翻译过来了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金鹿，金鹿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竺法赋，他为什么他的翻译，不管是值数量也好，他的这个值啊，都一比这个前面所翻译的人还要好。 的原因是他有一批人得力的助手呢，来帮他呢翻译。最主要就是这个聂成远、聂道真这位父子。聂成远、聂道真这位父子呢，他是主法父的得力助手，尤其是他的这个聂道真呐、啊，这、就、聂、是、成远的儿子聂道真，他精通梵语，精通梵语。 那、啊、除了这两位父子之外，还有博元信啦、啊、主法守啦、啊、陈世伦啦、啊、孙伯虎啦、啊、于世雅这些人呢，都共同参与《主法赋》这个翻译经典。那大家呢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，所以呢，这个《主法赋》的这个翻译呀、啊，它在数量也好，它在这个翻译的值啊，都。 比之前这个翻译者各自由各自能力来翻译的，都还要来的多，多来还有来的好的原因呢、啊。所以这个分工合作，分工合作，这個、力量就大。我们从这个主法傅啊的这个翻译经典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哈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这个聂道真呢？ 他更进一步，他把这个《竺法赋啊，从敦煌到这个长安，沿途孜孜不倦的这样的翻译经典，他都做了一个记录。然后在什么地方翻译什么经典，在什么时候翻译什么经典，他都把它记录下来，他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就形成了形成了所谓的这个《虐道真录》这一本。 经录，那我们中国啊是一个重视历史文化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他对这个记录啊，他就会很重视。那这个祖瓦夫的翻译啊，他幸好有这个聂道真，他把他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可以说是最早这个经录的雏形啊。 最早经路的雏形呐，那这是这个诸法傅另外一个贡献呐、啊，另外的贡献。那我们下一节课呢，再来讲解这个经路的一个重要性呐、啊，吼。